很多事情都是从这里发生的。这台拖拉机就是当地第一台拖拉机，当时买台拖拉机帮所有人去收割，其实就是现在的云计算。我们从牌子里面走进去啊，就在这儿，大家都在讲互联网，对吧？其实互联网你在追踪它的起点，实际上是人类的迁徙是它的起点。7万年前非洲大陆人类迈出的第一步是我们开始用脚在编织网络。8000年前世界上第一艘独木舟是在杭州出现的，这是我们第一次人类用水网把我们连在一起了。看，我们从这个人类迁徙开始，我们有了邮政，有了航海，有了这个水网，有了电报网，有铁路网，航空网，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它都是自然而然的延伸。那只不过这个互联网呢，我们从用铜线来编织网络变成用光纤来编织网络，慢慢可能到了太空的时候，那我们真的在太空上来编织人类的这个网络。所以呢，在杭州，在云栖角镇啊，还是有一种我把它叫做无中生有的精神的。过去城市是没有大脑的，那我们能不能这个无中生有一个东西出来，慢慢大家在想，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么一个想法，那最后就慢慢就在杭州形成了。城市大脑呢，给了我们一次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机会。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个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植物补益改善神卷乏力，感谢云南白药集团气血康口服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今天这期开讲是我们的第二期云录制，首先先请出我们的六位青年代表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贾赛哥好。欢迎你们以这样特别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开讲，大家觉得还习惯吗？这样的云端的方式没有问题，很棒，没问题是吧？还挺好的。今天我们大家通过云端聚集在了这里，但是在过去这一段时间，尤其是疫情肆虐的时候，很多的企业单位都有了云会议、云办公，包括学校有了云考试。不过尽管如此，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的生活和云有了这么紧密的接触，还是有很多人不知所云。到底云是什么？云端在哪儿？在云端上发生了什么？怎么就跟我们的生活有了如此密切的关系呢？让我们掌声请出我们今天的开讲嘉宾，中国工程院院士、阿里云创始人王坚博士，掌声有请。王院士，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博物馆。没错。您给我们解读一下为什么是这个物呢？当时做这个博物馆的时候，想了很久，就是这个字到底哪个更准确一点。那后来呢，是觉得这是一个展示大家想法的地方，不是一个展示过去的物品的地方，所以就改成了这个博物的物质。但是呢，歪打正着， museum 这个词，就是博物馆这个词，在希腊的原文里边谈的就是这边看到的物性的物质，而不是物体的物质，所以后来就有了这个。对，今天也是我们的录制现场。所以您选择这个地方作为录制现场，也是希望我们能够从您的这一期开讲当中能感悟到人类的这个智慧和创造发展的过程。今天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那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云计算，以及目前您正在带领我们前进的城市大脑这个项目。那我现在想问您，目前城市大脑只在杭州这一个城市有体现吗？其实城市大脑是从杭州起源的，但是呢，今天在中国大概有500座以上的城市在建设城市大脑了。那么大家可能记得最早做城市大脑的时候，我这个说过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呢，我当时就说不是从南极到北极，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在一根杆子上有红绿灯，而且它还有个交通的监控的摄像头，他们是坐在一起，但从来不互相讨论怎么来改善交通问题的。杭州的机动车保有量是298万辆，但是呢，其实我们并不知道这298万辆车在某一时刻有多少车在路上，而这是真正影响交通的。
所以呢，杭州也是所有的城市里边第一个城市把每时每刻在路上的车给数出来了。那么这个数字可能讲出来可能超出大家的这个经验的啊，就是这个杭州这个不堵车的时候啊，只有20多万辆车在路上。那小沙你也可以猜一下啊，那大家堵车堵得最痛苦的时候路上有多少车？我觉得差不多能到50万到60万，你们觉得呢？我觉得不止100多万，200万吧，200万，我也觉得应该有200万，200万同时上街会崩溃的。高峰期呢，实际上只比20万辆多了10万辆车，也就30多万辆车。怎么可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跟疫情就有关系了。那过年我们都不是说这个路上没有车，对不对？如果杭州是这个20万辆，高峰是30万辆，那我再问一下，过年没有车的时候，路上是多少车？5万。10万。2万。10万。猜10万的这个同学是猜对了。其实大家可以想啊，其实过年没有车也比大家想象的要多一点，对吧？但是呢，这是疫情期间，你就会发现没有10万辆，就是你真的影响了老百姓的生活。在疫情期间我们最低的时候大概低到了5万，其实对一个城市来讲是已经很恐怖了。如果真的到2万，我觉得这个城市是要空城了，感觉要瘫痪，完全是空城。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能力的时候，你对一个城市的了解就不是表面的了。从300万辆车来考虑，变成30万辆，变成20万辆，变成10万辆，这是一次巨大的认识跟技术的进步，超乎我们的想象。一个拥有300万辆机动车的城市，其实真正决定它交通状况的，可能上下也就那么10几万辆车的数字。但这一切如果没有这个大脑，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派人站到街上去数，你数也数不过来。没错，但今天有了云计算，有了城市大脑，未来还有更多你觉得可能无法完成的任务会变成现实。所以今天让我们共同来听一听王院士带给我们的关于我们未来生活的无限想象。我们接下来把讲台留给王院士，有请您为我们开讲。好，谢谢。其实我们讲平时很多工作啊，很多做的很多事儿啊，至少可以分成3类。一类呢，我们经常讲的就是从0到1的事儿；一类呢，就是从1到100的事儿。我自己想把它加成另外一类呢，就是怎么从没有到零的这个事情。那大家可能会想，那什么叫从5到0？什么叫从0到1？什么叫从1到100？比如说大家今天讲这个车的时候，如果是从一个传统的烧汽油的车到电动车呢，我自己会把它说成是从1到100的这么一件事情。那么今天很多人在讲这个无人驾驶的时候啊，你可以把它想的呢是从0到1的事情。那我自己觉得就车而言的话，什么时候是一件从5到0的事情呢？我经常会讲啊，就是什么时候车没有轮子了，没有汽车轮子了，那是一个从5到0的一件事情。所以我经常讲，只要车有轮子还是车，如果我们没有轮子就可以把人从 A 带到 B 点，那我觉得我们又做了一次很大的这个突破。所以我想呢，如果从城市大脑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事情的话，我自己觉得还是做了一件我愿意把它叫做从5到0的这么一件事情。你去查字典，在杭州叫城市大脑以前这个词是不存在的。为什么当时取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城市跟大脑两个字啊，都有它背后的含义。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让人在一起的地方。城市是一个非常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今天呢，其实城市呢，因为有各种的原因啊，理解上被大家碎片化了。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想到是楼，有的时候想到是路，有的时候想到是别的东西。那我用我自己话来讲的话呢，其实呢，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一个发明，也是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明。我想我们今天所有的发明都是围绕着城市做的。所以我一直觉得呢，我们经常讲建好一个城市搬进去是没有道理的。一个城市是因为人生活居住在这里，慢慢形成了它该有的样子，这是我们真正要追求的事情。所以我想呢，城市大脑实际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要对城市本身要关注。
我说的城市大脑呢，最早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正好是人工智能热的时候，所以大家呢会很简单的把城市大脑这个大脑啊，理解是怎么用人工智能技术来解决城市的问题。那其实不是，其实城市大脑要讲大脑，实际上讲说呢，城市自己进化到今天，需要有它自己的智能。刚才讲到的这个为什么车的这个数字你可以感到，就是说我们人觉得是这样，但是城市不是这么感受的，所以这个大脑是城市的大脑，不是把人的大脑安到一个城市里面去。我们应该把城市呢真的当成一个生命体来看待，只不过这个生命体呢是有那么多人共同来组织的，所以当时呢就有了城市大脑这个名字。所以呢就是城市大脑它也要解决我们现在的问题。那么大家都知道老百姓看病啊是一件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大家对排队的印象一定很深，对不对？但是呢可能大家还没有认真体会到，你也不光是排了队，你还排了好几次队，挂号排一次队，完了可能去化验去排一次队，配药去排一次队，是这样吧？那么最早的技术呢就是给每一个收费窗口的收钱的人啊配一台电脑，让他们的效率提高了，那你们缴费就方便了。我觉得呢这就是从一到一百的创新。那手机来了以后呢，你可以在机器上，也不要去那个窗口排队，但你可以在手机上或者在机上把这个钱交掉了。这个呢我把它认为是从零到一的创新，因为呢他把那个窗口给搞没了。但是呢这两种创新还是留下了一个问题，就是什么，你该交几次费你还是交几次费，只不过这个钱是在手机上交还是在这个窗口交。所以呢杭州的城市大脑在医院这一件事情上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做了一件叫做先看病后付费，也就是说你把病全部都看完了你只交一次费，完了你爱在医院交你就在医院交，你愿意离开医院交咱们再说。这个呢我就把它叫做个从无到零的一件事情。所以本质上大家就是说呢，我们其实很多事情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的话呢，就会改变很多的想法。回到小撒刚才讲的这个云的这个事情啊，我觉得还是蛮有意思的啊。因为从人类社会来讲，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只拥有两个东西，一个叫时间，一个叫空间。但是呢云这个概念真的其实本质上是呢打破了时间和空间。所以大家讲到为什么会有云计算呢，我们用计算啊也可以打破原来的时空的限制。过去你用计算机啊只能在你办公室，哎，现在我们用计算呢可以在任何地方可以用。那么某种意义上讲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变化，城市大脑的很多的考虑啊就是要破时间和空间。那杭州算是一个移动支付比较发达的一个城市了，但是呢有一个数据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做城市大脑以前啊，依旧有80%的人都是到了景区的门口才想到排队买票的。其实每个人都浪费了他很多时间就是为了买张票。那么当时就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叫什么，就是要让每一个游客在杭州多游一小时。这个什么意思呢？不是要每一个游客在杭州多待一小时，这是有差别的，是这个游客在杭州逗留的时间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多游一小时。那这些时间从哪里来呢？就是从他不要排队了，这个宾馆入住也不要排队了，这个景区门口也不要排队了，交通也不堵了，他这一小时时间就出来了。所以呢才会有什么呢，杭州就有了一个叫做20秒入园，大家可能会把它叫做刷脸入园。但是刷脸入园你如果不能把它变成20秒入园就是一个零到一的事情，但是你把它变成20秒入园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事情。那么它的核心是什么呢？核心就是城市最重要的资源，就是时空的资源呢要被很好的利用的。所以我想城市大脑呢给了我们一次重新考虑城市发展的机会。那城市大脑的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自己觉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它其实改变了人类认识城市的一个方式。那我觉得这个方式呢也推动了我们怎么在人类发展历史上每个阶段来重新思考这件事情。可能大家现在听的比较多的啊，讲第几次工业革命可能听的最多的是吧，人类从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都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但是
我自己觉得这样来划分人类的发展啊，有点不公。其实因为更重要的事情可能发生在工业革命以前，你知道。所以后来呢，因为做城市大脑呢，我自己觉得我们应该从城市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社会怎么发展。其实我们是第三个阶段刚刚开始。那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我把它叫做马力时代，也就是说城市出现道路了，是城市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里程碑。为什么我们今天这个马路还叫马路？其实城市出现道路是从罗马开始，所以大家可能一定记住这句话，叫做条条道路通罗马，有这句话，对不对？为什么是条条道路通罗马呢？是因为当时罗马人扩张的时候，罗马人他对道路的基础设施比任何一个国家都重视，所以是罗马人打到了哪里，他把路修到哪里。所以今天我们这个道路上留下的所谓有行车的道还有人行道这一个说法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那今天大家觉得这是个习以为常的事情，对不对？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对当时就是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所以我想呢，这个马力时代，我不当时讲的马力时代，因为有了路啊，它就可以把马匹引进了城市，使得城市呢就不再可以靠人力来完成很多事情了。但这个马力时代其实持续了很久很久的，在我看来持续到什么时候结束呢？持续到一直把电力引入到城市的时候，其实人类一直处在马力时代。那么这个话怎么讲呢？大家可以看，哪怕是在蒸汽机出来以后来衡量一个城市发明的程度啊，还是用一个城市有多少匹马来衡量的。一直到纽约为止，第一个把电力引到城市里的城市，所以慢慢呢，就是电力的水平就变成一个城市发达的水平了。就是我们有了马力，我们有了电力呢，使得人类能够享用到了以前不可能有的自然的资源，所以我们就可以挖地铁了，我们就可以做很多以前我们做不到的事情了。但是呢，你就可以想象啊，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我们从来没有问过多少公里的地铁是适合一个城市的，我们一个城市到底是用掉多少度电才是真正是合理的。所以有一次我去英国，那么那天正好在伦敦街上啊，还看到一个关于环保的一个展览，它整个画面的这个右边啊放了这个四个汽油桶。那么他就讲，在埃塞俄比亚，非洲的埃塞俄比亚，每一个家庭每天大概用掉了四汽油桶的水，而且这个水呢是不干净的。但是它有意思的什么地方呢？就是它的这个画面的左边啊也放了16个汽油桶。他就讲在英国每一个家庭呢每天要用掉16桶的这个汽油桶的水，而这个水是干净的。所以他讲我们应该为全人类呢提供所谓的清洁水。城市大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今天几乎没有人去问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那对每个家庭而言，究竟是4桶水够了呢，还是要6桶水呢，还是要8桶水呢，还是要16桶水？所以我当时说了一句话，我说如果4桶水就够的话，我们把8桶水搞干净了也是一个浪费，这不应该是人类追求的事情。那城市大脑呢就是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回过头来就会去想着刚才那个车的事情，就是你到底是解决300万辆车的问题，还是解决30万辆车问的问题，这是对一个城市来讲是完全不同的问题。所以我想呢，我们过去的科学技术呢其实没有去认真地回答我刚才讲城市大脑要回答的问题。所以到这个时候，当马力时代、电力时代给了我那么多的机会去使用资源的时候，那我觉得我们到了下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呢我把它叫做算力阶段，也就是计算的那个算力阶段。那么这个阶段告诉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城市用掉的每一度电，用掉的每一滴水，用掉的每一寸土地，都是要被认真的算过的。我们把算力的时代搞好的话，一个城市呢可能只要今天1/10的水，1/10的土地，1/10的电，就可以让我们现在这个规模的城市能够生活下去了。
那我们可以拿出那90%的资源让年轻人去做创新。我觉得我自己还是蛮兴奋的，就是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算力刚刚开始的时代，还没有给每一滴水算过怎么用出去，那将来一定会有的。那么如果再回到刚才交通这件事情上，给大家一个形象的比喻是什么，就是今天每一辆车通过路口的时候是没有给你算一算，你怎么通过这个路口是红绿灯决定的。那我相信呢，以后呢，每一辆车经过这个路口，假定还有红绿灯的话，那都会帮你认真的算一下你该怎么通过这个红绿灯的。那结果是什么？结果把你的时间省下来，结果就是把整个社会的效率提高了，结果就是什么？就是你可以去做很多你没有时间做的事情。所以我想呢，有了城市大脑以后呢，真是技术和生活在一个城市里边的人会被很完美的结合。有了城市大脑以后呢，其实这个城市呢就会感知，会倾听，它不是感知窨井盖，它不是感知路灯，是城市大脑能感知人在这个城市里的活动。完了，是因为这些人的活动，这些生活重新塑造了一个城市，才会让这个城市呢更加美好。所以将来呢，不是因为我盖了房子你住进去了，是因为你要住在这个地方，所以才会有了这个房子。将来呢，也不会是因为有了地铁所以你要去做了，是因为你要在这两个地方跑来跑去，所以在这两个地方才有了这个交通。最后有一天呢，就是你能够把我们最重要的两个对人类也是个最重要的约束的资源，就是时间跟空间呢给换回来了，那就给了我们更多的创造发明更多事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好，谢谢大家。谢谢，非常感谢王院士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开讲。